个垃圾自提走，我无稀罕。你就是想要破坏你个小兵家庭的感情，想要把咱瓜干到甲鸡犬不宁。无你是讲啥话啦？恁若是敢安尼欺负我，我就甲你甲柯小平全部恶行恶状，拢公开予全台湾的人知影。王雅婷，甲嘉伟本来就无交叉点啊，伊若毋是为着杜承恩，有啥物理由来接近嘉伟的啊？你是谁？王雅婷，你给我来这。那不是你威胁我，我嘛袂下定决心来处理你巴肚内的囡仔。雅婷，爸，替我拜托你，爸你说好吧，你是要清醒，来，有教吧。你垃圾自提走，我无稀罕。你才拄脱离柯小平这个小查某呢。你绝对袂当阁瓜葛，有任何的牵连。王雅婷，甲嘉伟本来就无交叉点啊，伊若毋是为着杜承恩，有啥物理由来接近嘉伟呢？啊！就算讲你无要救伊一下姐夫，你嘛至少爱救伊一下承恩哥啊。我计本事都袂歹，我叫伊讲，伊配袂起啦。你就是想要破坏你甲小平家庭的感情，想要甲咱瓜葛到甲鸡犬不宁。无你是讲啥话啦？恁若是敢安尼欺负我，我就甲你甲柯小平全部恶行恶状，拢公开予全台湾的人知影。你是谁？王浩庭，你给我来这。那不是你威胁我，我嘛袂下定决心来处理你巴肚内的囡仔。雅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易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